拐杖在用之前应该要校啱个高度。对拐杖应该是比个胶粒底矮两寸，这样就不会觉得硬住。手腕的高度应该是个人站在这里双手垂直那阵个手腕接吻的位置。行路那阵时应该将对拐杖放前一步。跟住做了手术的只脚亦都行前一步，双手按住对拐杖，用没做手术的只好脚再行上去。即是拐杖、手术的只脚，然后只好脚。